别打了，你们再打下去，这小子就死了。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信不信弄死你？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？欺负老人家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情，有义，这小子我招了。我招你！跟老吴死的，你等着，我是九星星北天王。你对我做什么？我的大仙一道将毕生功力传给你，这个是天龙殿的信物，带上它，天龙殿上百万信众、百亿资产归你调遣。师父，师父，你还不快跑！北天王要杀你了！北天王是谁？四大天王个个杀人无数，都是罪大恶极之辈，北天王就是其中之一，你快说我坏话！死！这小子坏了咱们监狱的秩序。降龙十八掌，这是龙王殿的掌法，你是什么人？亢龙有悔。工具，三彩线，七丝环阳，七支纹令，七。你这么厉害，说不定你可以打破这黑狱的传说。什么传说？打败四大天王，你就可以无罪释放。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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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子！都是东亚病夫。
天王一死，我终于可以出狱报仇了。振玉将军到，想出狱得先问问我手里的长刀。